总算快到酒泉了吧？是是是，谭沙堡就是顺路来一趟嘛，这就去酒泉。哎，你可不像惦记找客盘，你这是惦记宿州酒泉有没有好吃的了？大笨蛋，惦记酒泉，那当然是惦记酒啊。你身上的气味可瞒不过依依，这种城府潮湿的气味是明皇身上独有的。你对明皇很了解？没，就是现在依依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哎，好好好，就是确实遇见了一个怪人。如果他是你说的明皇，那应该就是的吧？你做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没，就是奇怪他为什么找你啊？他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于西快死了。什么？于姐姐？他定是在胡说八道。你想啊，于西一直好好的，一心想找柯盘，明皇这人不人不鬼的，不一定是为了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玉石哥，其实若要说世间谁最了解生死、了解灵魂，那就只能是明皇当阴了。他醉心于创命，对这些生生死死最为了解。这么说，他的话，或者是真的？酒呢？这大宋初年也发生过酒泉结冰之事，但那时的霍英护旗已被人化作风石带走了，此时为何又会？现在怎么说？我们怎么进去？凿冰可不大可靠，是吧，小不点儿？曾有人以甘陀寺的五方遁符进入月牙泉底，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穿过冰层。免甘陀寺，正好长得光头去。圣女，你现在是专挑着你的幽先生离开幽界的时候回来呀。新鬼刻盘为什么会沿着地脉散落，还引起了地脉变动，竟让九泉冻成了冰？星耀之力在天，打造刻盘的那星耀之力与地脉构成了某种奇妙的天地循环。天地循环？难道是石轮之力？嘿，究竟是什么我可不知道，但这恐怕是天地间亘古有之的力量，你的幽先生一直想要。幽先生要刻盘，究竟是为查这天地循环，还是想抽取刻盘内的星耀之力为己用？圣女这么问我，心里怕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吧。圣女呀，罗侯创造了你，不是用造人偶的办法，这叫你有了长大这一过程。真不知是不是失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幽先生最喜欢的可还是人偶。峡谷里都是活死人，要是闯进村子里，整个村就完了。好，去哪没有语音，好，这边就直接打死敌人就可以了。甘陀寺为何如此荒凉？阿弥陀佛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不说大师，我们此行是
诸行无常，诸漏皆苦。你已遁入空门，怎知世人之苦？你怎知我不知世人之苦？好，这里就是要选那个对话了哦。OK， 好。这边有宝物吗？有。我这边又要选对话了。不对，和尚有个麻雀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边选对话了。对话我已经忘记了。那你可知情之苦？贫僧一生为情所苦。为情苦，用情至深便不可独活。你不过落发为僧，何敢狂语情之苦？敌国之女救你于囹圄之中，至死未得你一字承诺，何谈情之苦？本待兵戈平息，他若未嫁，我必娶她。兵戈平息已是六年。我该说什么？好，选二。若不知会与他，他怎知你心意？无量早已心意相通。我早已心意相通。我呸！他可以记得顺序，每次蛮厉害的。见识领域，我早都忘了。谁会记得啊？拜托。魂剑相遇，如我所料。你们记得真的很厉害。赴汤蹈刃，天机难测，神观天变，死不全种。我记得后面还有。因为鱼系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帮另外一个远方的人也帮忙补血，看见，这是个缺点。我再回杀主之日，却只见他的坟茔，是他们逼死了他，就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汉人。我要杀光这些西夏狗。但当年亦是你先离了他，只身返回宋境寻那荣华富贵。我该说什么？过去之事今人何辜？过去之事今人何辜？西夏狗谈何无辜？选错，可怜啊！哎呀，别不会了。如我所料，魂剑相与，在此一击，赴汤蹈刃。好，先不会。天机难测，太初零分，死不全种。还好我没有听你的，我记得是一的，还没结束，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的。你是不是想要害我啊，阿舍哥？你这个小坏坏！不要因为我三十抽到兵里，你就这样子弄我啊！还好我有发现，感谢深红，感谢深红。如我所料，魂剑相与。还好没有听你的，跑快一点，赴汤蹈刃。
心机难测。见识领命。还好最后选择相信曾恒。不绝。怎么北兰？我干！我干！被你被秒了。我觉得我还是用鱼蜥好了，我是比较喜欢用鱼蜥。范大人知遇之恩，怎能见其遭奸贼勾陷而不救？自古效忠尚且两难全，何况情缘？我该如何劝说骷髅书生？好，这边是一二。这不过是你的借口。我发自肺腑，怎是借口？我所料，捡不到。好，再等待一会儿。捕到。魂剑相遇。可怜呐。我到这边就三十一等了，太猛了吧！就是现在，还血还血蛮多的。干！他冷饮之术也太痛了吧！不对，他二十五等哦。心机难测。他蛮强的。再此一击。还好我有阴剑兵。马上加攻击力。魂剑相遇，最后一击。范大人曾言：“先天下忧而忧，后天下乐而乐。家国天下，儿女情长，果真诸漏皆苦。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”阿弥陀佛，我知你们来意，这是两张五方遁符，便与施主。大师，我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阿弥陀佛。你把那书生的魂弄哪儿去了？阿弥陀佛。原来是施主，六道轮回之内自然有他的去处，总好过不生不死。嘿，你这人倒有趣，你当年遭凌迟而死，我以尸还之法复活了你，你这会儿倒怨起我来了。当年施主便不该复活老衲。你这么说，倒显得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和尚，我来就问你一事：方才来找你的那小子，是那杂毛将军的故人之子？
老衲不知。那便是故人之子了。人呢，真有意思。你这猪肉皆苦，倒说得恰到好处。那人会山河图、地脉暗码，妄改宋之王气，自己的孩儿却在顺应天意的石轮宫中长大。妙哉，妙哉呀！雨姐姐，依依突然想要点事。你是想起那鬼书生提起的定情信物？是啊，雨姐姐，可还记得帮我们帮忙找镯子的女子吗？记得的，我还以为是忘了，那天鬼书生提起，这才恍然想起那天的事。先是天人永隔，又是错过。你们在说什么提起话呢？交头接耳的。没，一起跟我们说我们的话，你凑上来做什么？雨姐姐，教训他。雨姬，我问一件事，你用不想说都不说，但别骗我。你怎么了？雨姬，是不是明清刑法对你而言？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雨姬，时间不早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今儿吃点啥好呢？您不就靠紫霜云芝活着吗？嘿，你这小子！说的本尊像个酒鬼，本尊可是杂食动，别，是品鉴之王。哟，就您还品鉴？呀吼，哼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鹅。停停停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你小子不是不信吗？我给你来一段，怎样？刚本尊提到这些美食，你可尝过一味？别说，还真没有。您可真厉害，吃过这么多东西，真有本事。嘿，那你看看。哎，不对，你小子是不是拐弯抹角骂我饭桶呢？怎么总有不长眼的人撞上来啊？真是找死来了。你们说秋里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要这两张符的？他就不说，所以不说咯。高知嘛，都嘛是这样，说不说就不说喽。那你等于没有说啊，阿良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应该也是风波旗之类的。诸位侠客留步，下官有事相求。下官驻守的城池外出现诸多妖魔，似是意图进入城中。烦请诸位看在城中百姓的性命份上，助下官一臂之力。哇，这是在搞什么？尸鬼打算进城池去？管他们什么意图，快阻止他们啦！完颜烈那孙子到这儿来了不成？没啊，这些西夏兵还真是不客气。依依，咱们去进城，理应相助的。没，雨姐姐，你还好吧？嗯，怎么了？看你的眉头快拧出水来了。哦。刚才那些妖物不好对付，只怕之后没对付妖物总有办法的嘛。雨姐姐，那个闷葫芦很有长进，依依是看在眼里的。依依，哈，九泉冰冻着倒也好，挡了玄冥教的人，说不准他们根本就没发现刻盘在这。这。九泉冰封实属异常，玄冥教肯定注意到了。免，就是说，并非冰封阻碍了玄冥教，而是九泉内发生了异变，这才让他们没法拿刻盘。想来应该是这样，
我们要从此处拿到刻盘，想必不会太容易。比起九泉的异变，我想更得防止玄冥教的人坐收渔利。妖魔盘踞，居然还有煞！看样子，玄冥教的人也不愿意和煞打交道。阿良，快去拿刻盘！星鬼刻盘，又是一块。我，啊不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和我说话？你是谁？阿良，你又怎么了？拿到刻盘我们就走，快，有人！谢谢你们帮忙清空了这里。现在，出来吧。啊！居然召唤出了幽灵！乖，去拦住他们。去拿刻盘吧。谨遵祭手之命。可恶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必须保护他们才行。冰主，快啊，血脉中的力量快接住封印呢。去死吧。你为什么也参合到找刻盘的事情里？难道你那儿的动荡和刻盘换成有关系？看来你知道我是谁呀。既然这样，就把你的命给我留下吧。果然厉害啊！幸好燃烧血液的办法还奏效，不然这回可危险了。现在啊，玉池哥、玉姐姐，就让依依带你们离开这里吧，趁冰主的庇佑还在。总有一天家乡的石灾能被消除吧。幽先生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地界的幽姬出来了？地界莫非发生了什么？和这120年的石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？哎呀，圣女，我以为这段时间你不会再回来了。幽皇先生，我在问你话，回答我。哦，圣女果然是长大了呀，居然开始这么和我说话了吗？先生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替我拿回来吗？如果我说我要星鬼刻盘呢？哼，你想要的我自然都可以给你。先生，只要你哪日不再唤我圣女，哪日你不称我幽皇，哪日我便能直呼你的名字。先生，你明知那不可能，在那个名字里你已过完了一生，但我想要的是伴我长大的那个幽皇。前辈，冰刃谱是什么？嘿嘿，这可是本君所有之物，点开看看就知道了。
这是不是你的灵法环啊？记载在这上头啊，这可说明此物非同一般，榜上有名，取意自万法归同，还欲生天地。等等，这后头的星月环是我娘的东西，你认识我娘？不啊，这就是个记载，都说了有名声的兵器都记着，也不是只有你娘才用这东西啊。这于西别问他了，兵刃谱压根就不是他的，你看上头这印这么大两个字墨举。别人送本君的当然就是本君的了，本君当年游历江湖认识了个小兄弟，叫墨什么的记不清了，他一手绝活，制作机括，打造兵刃无所不能，可比你小子强。这兵刃谱就是他当年喝多了以后送我的，说是天下神兵精锻之法，坚守其间。接收期间，那这后头的内容是在表示着灵法环能锻造升级？可不是，看看这儿，我出去溜达的时候顺手摸来的这图纸。这是锻造需要的材料？对，二者皆有，你才能打造出星月环。本君今日就送佛送到西，把这摸到的劳什子材料也给你添上，快去试试吧。原来还要用到紫金王鼎，星月光华淬炼后，这灵环上木灰长聚，果真是如其名般星月环。快，于西，你来试试。施展术法也更加清明了。这灵环似乎……嘿嘿，你也发现了，我方才锻炼之时便发现灵环锻造后还附加了一些其他的效果，兵刃谱上称之为特性。玉琪哥，之后若是找到了我这柱子的图纸，你可得帮我锻造哦。OK， 好，终于开兵刃谱了。这个要怎么拿？这个是黎曼光月可以拿到这个材料。之前好像不是这个哈，我有点不太记得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记得之前不是这个。不过像冰刃图不用在这边直接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应该是要做什么事情才会拿到这个图。好，我们可以弄激光图纸炼化了，这个我们之后再说。好，第十幕大概就这样子吧。依依，是你把我们从九泉下带出来的。没事啊，于姐姐，依依是不是很厉害啊？那依依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依依也不知道。依稀觉得有人在扮依，就像是降神似的。这样啊，于姐姐还有事吗？依困了，没事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依，我，于姐姐还想问什么呢？依，这么久以来，我都把你当妹妹呢。没。先看看距离最近的刻板在哪吧。照水晶的显示，距离这个最近的刻板是木高窟，还得往西走。木高窟吗？还得往西走啊？木高窟群佛洞，估计也费些心思找了。于西，无论尊者现在在哪，找到刻板带去给他就可以的吧？应该吧？没，应该。不过尊者应该还在雪域高原探查，等他的事情告一段落了，应该要给我们传信的。这应该和刻盘有关吧？刻盘，星耀之翼打造的东西，到底还关联着什么呢？关联也是刻盘地脉法阵
这和依依家乡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呢？哎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！你是不是闲的，老在这戳我？哎，你还戳？得，我错了。哎，这么的，你也知道本尊是品鉴之王，今儿就给你推荐个美食，然后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少戳我两下，中吧？兰州有一清汤面，虽是清汤，却万里飘香。豪杰闻香下马，商贾之味停车。本尊曾经有幸尝过一次，有一说一，真不错。这表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就是兰州拉面吗？本尊能给你介绍那么大众的食品吗？本尊给你介绍的是兰州本地拉面。